收入啊、工作之类的问题。哎呀，不是北京的，没得房子，我们租的。我没房子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有啥子关系嘛？晓得了，晓得了，一起吃饭。反正到时候你不要那么问题就行了。这是我男朋友江宇，这是我妈妈。阿姨好。大姨。大姨好。哎，你好。外公好。叔叔。郑叔叔。啊，郑叔叔好。哎，江宇是吧？啊、哎呦，今天终于见面了。是的。快快坐吧，坐吧。啊，您快入座。哎，好好好。大姨男朋友。哦。哎，澳洲龙虾，请慢用。谢谢。小江，你太破费了，这要花好多钱哟。阿姨，这间餐厅我来过几次，菜做的不错，也不是很贵，您随意吃。就是就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吃。再说了，人家小江是做 IT 行业的，赚大钱了。小江是吧？大姨，你不是喜欢吃这个菜吗？来。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阿姨，大姨，叔叔，我敬你一杯。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慢点喝。哎，你好，帮我买单。已经买过单了。那我买了。年轻人挣钱不容易。你郑叔叔是老北京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找你郑叔叔啊。谢谢郑叔叔。哎，又搬走了一家，今天过得可真够糟心的。我们还是动手晚。哦，对，上海那边我倒是联系到了两家投资公司，四季度还剩些投资款，对咱们也有点兴趣。不过一直都是线上交流，所以呢，推进也不太积极。那咱们得在元旦前去一趟上海啊，老姜可以当面讲讲咱们产品，怎么样？非得是那几天吗？元旦是我和珊珊的纪念日，我们约了晚两天，钱就是明年预算，事情就复杂了。对啊，到时候投资可能又没戏了。今天在公司临时开了个会，怎么呢？决定可能过两天去上海见几个对我们公司特别有兴趣的江浙沪一带的投资人。嗯，北海道可能就去不了了。那你赶紧退票吧。我查了查，订好的酒店不能退，机票也要扣价格的一半作为手续费。实在不行，这次你先自己去。我自己去。咱们俩的旅行我自己去。
那要不就叫上崔喜，让他陪你去。那你呢？谁陪你去上海？我去上海出差真的是和同事们一起，你别又多想了好不好？我想什么有用吗？反正你已经决定好了，只是通知我一声。话怎么能这么说呀？这怎么能叫通知啊？不是通知是什么？我有选择的余地吗？我现在叫你别去了，你能做到吗？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江宇，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创业的事儿最大？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有我的难？难道我经历的一切对你来说就这么不值得一提吗？你有没有哪怕一次关心过我累不累，我过得开不开心，我工作有没有受委屈？以前你一醒了就找我，一下班就联系我，一有消息就第一时间回，可是现在呢？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连周年纪念都是我自己过，要你干什么？对不起。不需要你道歉，真的。我只想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知道，我最近的精力确实有点不够用的。但是我跟你保证，这只是暂时的。暂时是多久？半年？一年？还是只会越来越差？陆陆山，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创业会成功，对吗？这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这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我都告诉你了，我去上海不是为了吃喝玩乐，是去工作的。我也想和你一起过纪念日，可是公司耗不起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就非得是这几天呢？有的事情我真的跟你说不明白。你说不明白就不要说了。我说我们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太累了。我也累，那就分开吧，大家都轻松。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既然已经让你这么累了，还有必要熬下去吗？反正我现在的生活有你没你真的没区别。你是不是也一样？也致力于开拓像宠物电商、托运等跨区域的服务，那么同时呢，可以根据大数据来产出优质的用户和优质的商家。接下来更具体的产品细节，有请我们的产品负责人江宇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如果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跨年，和你们的亲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回去我就干，就干网红直播带货。啊，还是徐公子说的对，只要我们顺应潮流，拍出了肯定是下一个爆款。来，一起一起，我满了啊！大家一起发财！什么赚钱干什么？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干什么对不对？全给安排出来。我在从机场回去的路上，晚上我们一起吃火锅吧。你看招财好可怜啊。那要不我们给他再找个伴儿？好啊，那我们再养只猫。招财，回头给你找个小伙伴。师傅，我修改个新的目的地，走。谢谢。这是你这是干嘛呀？哎，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你不是一直说要给招财找个伴儿吗？我回来的路上在出租车上看见这是什么呀？招财呢？啊！突然吧，也是。你都多久没有关心过他的病了？珊珊，听我解释，我这两天在上海。打住，什么都不用说，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卡里的备用金，我那半已经转出来了，剩下一半是你的。咱俩好好聊聊。